之出道是因精致外貌吸引众人关注。2003年时，在向华强和向太利捧下，演出多部作品，打开知名度。然而，却在2015年时爆出耍大牌、刁难剧组等传闻，惹怒向华强和向太，对外宣布永不录用，张柏芝的形象受到打击。不过，近日张柏芝收到粉丝送的礼物，她也特别拍下并 PO 到社群上，感谢粉丝的用心，另外也准备礼物送给粉丝，充分举动直接反转过去形象，让众人都大赞她非常亲民啊。Bye.